推动民族品牌跨境出海，助力中国制造品销全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国货出海优品推荐。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家为宠物量身定制周边产品的公司——正宏日用品有限公司。该公司位于有着全球小商品基地之称的浙江省义乌市。 致力于宠物用品的开发、生产与销售服务，主要产品包含宠物牌、宠物项圈、宠物牵引绳等，目前已达到100多个系列，并于2018年通过迪士尼工厂认证，具有自主打样开发能力及自营进出口权，产品远销欧美，平均年销售额500万美金，注重细节，追求品质，设计时尚。 正宏日用品始终秉持信誉质量第一，用最合理的价格做出最完美的品质。